萨摩尼记上第二章一节，哈那祈祷讲：我的心因为耶和华来快乐，我的脚因为耶和华来仰观，我的嘴仰受着加讲大话，我因为耶和华的救恩来欢喜。只有耶和华作圣，除了伊以外，无通比的，也无伴着亲像咱的神。三节，人毋通夸口讲骄傲的话，也毋通出滥善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，人的行为予伊来审断。勇士的经拢已经压断，跋倒的人用毅力来下腰，所来巴足的反作用人来求食，枵的无过枵，未生育的生七个囝，有济济囝儿的颠倒衰微。六节，耶和华予人死，也予人活，予人落阴间，也予人起来。伊予人善香，也予人好雅，予人卑微，也予人高贵。八节，伊对仁爱成全善良人，对粪扫堆高声欠亏的人，予因甲王子三角坐，得到荣耀的座位。第一条属伫耶和华，伊将世界立伫迄顶面。九节，伊要保护圣百姓的脚步，予歹人伫黑暗中静走走，人拢袂会靠气力得胜。十节，甲耶和华三争的要受拍嘴，耶和华要对天顶用雷拍伊，要审判地极的人，将气力赐予所立的王，也去受抹油者的脚。十一节，伊利加那倒去拉玛，迄个囡仔伫祭司伊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。十二节，伊利的两个囝是歹人，毋捌耶和华。这两个祭司对待百姓是安尼的规矩。囡仔有人献祭伫煮肉的时，祭司的仆人召来，手拿三摇的车，用车插入罐内，也是鼎内，也是铁条内，也是围仔内一插。插起来的肉，这时拢退去。囡仔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，因拢是安尼款待伊。十五节，搁伫未烧纸油以前，这时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讲，将肉予这时，予伊别，因为伊毋爱过煮的，爱青的。献祭的人若讲，要大声烧纸油，然后你通照所爱的取肉。仆人就讲：“你随时予我，若毋我就抢去。”十七节，对安尼，两个少年人会做，伫耶和华面前震动，因为因藐视耶和华的诫命。十八节，迄时撒母尼要细汉，穿幼麻布的衣服的，服侍伫耶和华的面前。伊的老母当年为伊做一领细领的长衫。甲丈夫上来献年节的时，带来给伊。二十节，伊利为伊利加那甲伊的某祝福，讲愿耶和华对这个妇人人，搁赐你后代，代替你对耶和华求来的囡仔，因就倒去奔乡。二十节，耶和华看顾哈那，伊就怀孕，生三个囝，两个查某囝。迄个囡仔撒母尼在耶和华面前渐渐大汉。二二节，伊利真老，听起伊两个囝对待以色列众人的事，搁听起因甲会幕门前事后的妇人人疏通。第三节，伊就对因讲：恁为什么行这个事呢？我对这众百姓听起恁的歹行为，我的囝毋通安尼，我听起恁的风声是无好。恁予耶和华的百姓犯罪。二五节，人若得罪人，有事事审判伊。人若得罪耶和华，是虾米人会替伊祈求呢？那是因要是毋听老爸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因。囡仔撒母尼渐渐大汉，耶和华甲人哪听伊？二七节，有神的人来见伊哩，对伊讲。耶和华安尼讲：你祖公伫埃及法老的家做奴仆的时，
我不是对因显现吗？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，和伊烧香，在我的坛顶献祭，在我面前穿衣服的，佮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，拢赐予你老爸的家吗？二九节，我所吩咐献在我徛起的所在的祭物，恁为什么吞答？尊重你的囝，较过头尊重我，将我的百姓以色列所献上好的祭物来家己背呢？三十节，因为安尼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讲，我捌讲，你甲你老爸的家要永远行伫我的面前。现在我却讲，我断唔用恩令安尼行，因为尊重我的，我要尊重伊；藐视我的，伊要受看轻。三十一节，日子要到，我要压断你的手骨，甲你老爸的家的手骨，和你的家内无一个老人。在神和以色列人享福的时，你要看起我的厝的败落，在你的家内要永远无一个老人。三十三节，我无对我的断情，要尽你家内的人，迄个无灭的，要让你的目睭拍歹，心中忧伤。你家内所生的，拢要死伫中年。三十四节，你的两个囝何分尼、费尼合所拄到的事，通做你的证据。因两人要同一日死，我要为家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，伊要照我的心意来行。我要为伊建立坚固的家，伊要永远行伫我所抹油者的面前。三十六节，你的家所村的人拢要来跪拜伊，求一个囡仔，求一块饼，讲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，通乎我得到淡薄饼来吃。